第三轮两轮奖金都没拿走，第三轮请出题。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常使用的单词 dis 原本是用于什么情况？ A 学生骂老师， B 饶舌歌手互相攻击。请作答。啊，饶舌歌手互相来来，你们大嘻哈吗？对对对，就是我们常说饶舌歌手之间常会有一些过节，我们叫做牛肉，就 beef 嘛。然后就是有一些歌手是会以歌曲的方式去回击对方，那那首歌就叫 this song。哦，对，是哦。那他讲的已经解答了，他参加的大嘻哈，那其他没有参加大嘻哈，为什么知道要选 B 呢？哦，因为我朋友他也是饶舌歌手，然后赵一凡，对，然后他也会常常跟我分享一些饶舌方面的知识，所以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 diss 是用来做这个用途的。来问下去就有故事哦。那陈章，为什么你知道啊？我妹妹是饶舌歌手，所以都知道。每一个都是饶舌歌手。那杰毅呢？我妈妈是饶舌歌手。妈妈收流行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第一，饶舌歌手互相攻击。其实 diss 呢，它是 disrespect 或是 disparage 的缩写，两个字呢都是轻视跟攻击的意思。respect 不是尊重，对，就 disrespect 就是不尊重我，然后轻视他，然后另外一个字 disparage 就是有点藐视的感觉。所以呢 diss 通常指饶舌歌手互看不顺眼的时候，我们用歌词互相跟对方呛呛就对了，然后麦克风还会拉下甩下来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要他的麦克风，他你们比赛麦克风拿下来，对对 ，drop the mic，drop the mic， 对啊，是对干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请加五千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甜甜圈是读书压力大的书压好伙伴，请问甜甜圈的中间为什么要挖空 ？A 是受热均匀 ，B 节省成本，请作答。哦，不会有陷阱吗？他答得很快，会不会全杀？哇，全杀了，怎么办？受热均匀，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就吃烧饼就好了。陈章，因为我觉得甜甜圈如果它中间没有空心的话，可能会跟粽子一样很难熟这样子。对，粽子有时候撑在外面的时候，中间中的心就冰的，还是这样冰冰的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是受热均匀。一开始甜甜圈其实中间是没有动的，所以常常出现周边都炸得过热，然后中间却还没有熟的状况。于是呢，才切开中间的洞哦，让油炸过程受热更均匀。而切下来那个小面团炸一炸之后，也变成另外一道甜点——甜甜圈球。哎，好，接下来累计五千，哦，27000。OK。很肥哦，这油水很肥哦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唐诗三百首当中最常被提及的植物是松，请问松在唐诗当中通常有什么含义 ？A. 营造孤绝优美的形象 ，B. 表达高风亮节的精神。请作答。营造孤绝优美的形象。如果你答对，奖金你就进冠军哦，你就淘汰四位喽。你要解说吗？好，我解说一下，因为高风亮节，我记得像竹子，我印象中竹子才会是表达高风，有节操，因为一节一节的。所以松，我不确定有没有高风亮节的精神，但我记得以前。毕竟我是中文系，这里打错有点丢脸，那我决定要赌一把。我觉得是 A， 就是它可以营造一个孤绝优美的意象，因为松是在冬天嘛，秋冬。啊，松柏长青，松柏松是在长寿哦，对不对？竹子代表君子，对君子。松竹梅，岁寒三友，对岁寒三友。桃竹李，信风春一家。哇，读书人哎！是是是，我也是唐诗三百首。好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营造孤绝优美的印象。松竹梅呢，真的是岁寒三友。那唐诗三百首中，一共被提及了24次。对，那松呢，通常不会单独出现，而是常常跟风啊、月啊、其他事物一同构成孤绝优美的意象。而高风亮节是竹子。对啊，你看那些松树有盆栽意境。
很多人在家里豪宅里面都开始捡松鼠，有没有？对，修身养性，孤绝幽美。在太极是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捡松树的盆栽啊啊！我知道梅是什么，梅是好像坚韧不拔，因为天中、梅花嘛。对对，好，那恭喜、我们先加1000，因为一个人答对嘛，28000。三轮比赛，请送到吕杰毅的账户上。哇哦！谢谢大家。宣布一下奖金：尚恩12000，泽群12000，杰毅43000，纯章9000，泰荣12000。第一回合的我们政大学校呢，冠军吕杰毅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我们的杰毅成功，我们今天的冠军，今天的意义很重大。同时呢，接下来呢，你等最后的总冠军，今天43000拿走了，下次总冠军又可以拿个几万块，最后呢，真正的总冠军又加10万，你要拿个10几万当奖学金，我还有20嘞，并不难啊。来，恭喜，先过这一关吧。谢谢谢谢，好的，请插卡。好，金库请打开。43000块的奖金等着你来，先通过我们的密码提示，请出示密码。有两题你要选了哈，两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50画的吴国界医生，或是总笔画43的狗甲，狗仔甲新闻。吴国界的医师，人心人数啊，任劳任怨呐、高风亮节啊，跋山涉水啦，是是。哎，我国仔假新闻，你可能比较有经验，习以为常，习以为常，习以为常，以假乱真。哎，你是中文系的，奖金又43000，你觉得我们会放过你吗？那我觉得我会选的话是右边这个国仔假新闻，请锁定。那看看吴国界医师是什么题目呢？来，请看。哦，摩顶。哦，那个字念防肿，听过吗？有，就是工作到就是你的手肘啊，都已经一直摩擦头发，那头上秃头啊，头上秃头，然后足部也肿了，没错、哦，就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了。那没关系，这个没有就没有，放掉了哈、哦。马上要出题，一出题之后你只有1分钟，先清除写字，再写密码。好，程序要记清楚啊。OK， 笔芯拿起来。短流长哦，这个简单的嘛，那计时1分钟开始。来，先清除。好，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想到这些。停几秒，你用30秒，也就是说这个4个字如果错的话，你还有30秒可以纠正。OK， 但我不会告诉你哪个字是错的喽。好，来密码12120908，对或错？错的，来计时30秒开始。我觉得他是留这边错了。几秒，还10秒？你改了一个字，对不对？ Okay， 但是他没有改耶。他停50哦，他是填一样的啊，还是一样的，还是一样，现在还是错了。12120908，对或错？错的，你剩10秒了，想一下，我给你5秒钟想。好 ，OK， 来计时10秒开始。啊，时间刚好到了。来，密码12120908，没变呢。来，对或错？哎呀，可惜。可惜。正确需要请看。
对，可惜，没错嘛，真的，你都写对，就那个"匪"写不出来，没错，那个"匪"字旁想不到。"匪"在牛场的意思你懂吗？懂，就是闲言闲语，流言蜚语。但为什么它是一个虫呢？是因为它是指那种很小的虫子哦，对，是，然后小小的，但是就可以造成这么多的动荡流言。哦，好，来请到，可惜了，哎呀，可惜啊，就错一个是43,000呐，对，大家也了解成语的这个用处了啊。那同学是同一个学校，对，今天没拿冠军，他等于代表你们学校，有什么话给他祝福一下？加油，我们范丞靠你，全程希望。你还有一集要录哦，43,000没拿到，但那一集总冠军有可能100,000,000哦。对，你只要总冠军就确定是100,000,000，那其他奖金拿多少而已啊，好不好？加油哈！别忘了晚上8点，请锁定拜托 ATM。把智慧变现，谢谢现场的同学们，继续加油努力哦！哎，谢谢你，恭喜，哎呦。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拜托 ATM, 谁敢来 battle?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!